消息，我们来关心2022年总统大选，国民党的这马吴佩的局势是愈来愈明显，而且行政院长郭敦义这五日这连续假期的公开行程，差不多拢甲马总统是同款。另外呢，民进党的方面，蔡英文昨昏已经去澳洲访问啊。不过外界即马较关心的，问讲哦，副手的人选啊，还有竞选团队，蔡英文是表示讲，六月进前会一摆来公布。总统马英九跟行政院长吴敦义斗阵出席白莲尊山的开幕典礼，在马吴佩愈来愈明朗的时刻，两人在台顶却是保持距离，互动无多。李露台准备兵情前，吴敦义也徛伫个边啊，两摆请伊徛到马总统边啊，吴敦义拢握手拒绝，最后也是新北市长朱立伦邀请伊甲马总统共台。马吴两个人在公开场合特别保持距离，不管媒体安怎问，两人就是拢袂讲。杨过五日做三天假期，吴敦义真侪公开行程拢是甲马总统斗阵，两个人差不多是全台走透透。马吴佩已经真明显，而对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是在选前7个月到澳洲访问，对着副手问题，伊一直讲无急。不过在出访进程，蔡英文表示，所有竞选的架构六月底就定案了。我们应该会在六月把所有的组织跟我们的竞选的架构啊做一个定案，那会对外说明。另外，大家关心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在大选中担任什么角色，蔡英文一直拢无讲，只有副手连选也是保密。民进党的竞选团队会在六月到位，马总统竞选连任办公室台湾加油站也有定在7月12日正式运作。2012总统大选，两党已经摆开阵势，准备进入决战时刻了。记者陈华报道。